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十五公司第一台的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台四来看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的头议员葛瑞姆，昨晚率团坐美国军机来台湾访问，已经解读其家隔离的总统蔡英文会伫今仔甲访问团见面。这届的访问团有六位美国议员来到台湾，唔那是无共党派，冇参众两院的议员，而且拢是长期重视关心台湾的党量级的资深的议员。买件结束期间隔离的总统蔡英文嘛，准备挂包红豆的鱼仔汤哦，等台湾的食食要来招待这些议员。双方会针对台美合作、中国威胁、区域安全等议题来交换意见。访问团预计今仔暗时哦，就会离开台湾。今日看新北市卫生局昨举办居家照护正式启用的记者会，团出两个记者染着病毒。这场记者会，新北市长侯友宜、个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发言人曾仁祥拢有参加。市长侯友宜的快筛是阴性，另外陈时中跟曾仁祥因为接触的时间是真短，会先做七天的自我健康监测，两天内底哦，买做快筛。卫福部长陈时中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十四早起做阵参加记者会，不过下昼就传讲在场有一位记者快筛阳性。平面的媒体记者，他的快筛结果是阳性，而该名记者在十四号上午曾经参与新北市政府的记者会，经过与疾管人员讨论，该场域参与的人员都有全程佩戴口罩的适当的防护。经过协调，相信确诊的记者十二早起就无搁再入来新北市府。因若十四早起参加记者会的两个人，因为八一日十一甲确诊的人共度食饭，快筛了一个人阳性。因过经过专家讨论，认为会议的另外拢有挂水烟，其他人只要自我监测七天。工厂的侯友宜、卫生局长陈伦秋体检拢阴性。但是中间曾连雄一直两天来做快筛。侯市长已经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快筛，结果出炉是阴性。目前做快筛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用处嘛，而且估计也没那么快。目前就还在考虑当中，明天再宣布。是不是开十个月疫情记者会？曾连雄讲，自我健康监测的规定是袂当甲无特定人群接触。目前疫情记者会拢有采取实名制，而且甲媒体记者拢离真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刑事局昨晚完工快筛是阳性，另外高雄某警察嘛是快筛阳性。台中有公务人员确诊哦，因为包括消防局的副局长，佮一挂消防队员，有甲这确诊的公务人员出席同一场的会议，所以计共是五十五个人防控来讲爱做裁剪。有一位刑事局警政官，十四下昼身体无爽快，做快筛了是阳性。随到医疗院所做 PCR 采检，因为这位警察十三早起不参加刑事局周报会议，所以四十位警政高层赶紧做快筛，全部拢是阴性。刑事局也伫十四案进行清消。高雄的三明区顶经派出所大门入来，伫咧火化设机动派出所受理报案，因为内面有两位警察确诊，是列伫咧高雄十四所公布的确诊病例内面。大概可以确定。他们的感染来源应该是来自于在整个执行当中特别是有关于在这个风险足迹重叠的这些地方。左营分局有一位女警察快筛阳性，扩大采检四百多人，目前已经有四位警察快筛阳性。到十四，高雄至少有两个警察分局三位警察确诊。可能有一位这个确诊的个案他的工作的。足迹，有跟左营分局相关。宜兰的确诊病例也增加两位警察，一共一位消防局内勤人员。卫生单位到因去过所在进行清消。应该都是在四月九日在罗东参加一个退休同仁的嫁女的一个婚宴上。同区消防局有一位当地的新竹的罗德分队队员确诊，不过伊这几礼拜拢无再过确诊者，感染源也过来查。台中有公所的内勤公务员确诊，伊八日十二参加一场有三十六个人参加的会议，有几位消防队员参加，似乎可列五十个人做 PCR 采检。因为全台湾疫情严重，台中市决定后礼拜一开始分流办公。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本地明仔载特别伫华莲馆开幕。也毋过，因为咱国内疫情的关卡，为了要保障选手安全，华莲馆政府昨暗宣布讲比赛要延期，爱阁看疫情的情况哦，才阁宣布讲啥物时阵要开始比赛。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本来伫4月16到2日要伫咧华莲举办，也毋过县府伫咧14日临时开记者会宣布延期。为了考量到我们选手、还有家长以及我们教练整个赛场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今天宣布，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6日延赛。华联全中军总共有22种竞赛项目，有超过10万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自由车场地赛甲柔道已经完成比赛，轻艇竞速甲滚轮溜冰也已经开始。严格受到国内疫情升温的影响，有超过100位选手因为被酷烈隔离，无法度到花莲参加比赛。本来要支援全中军医疗服务的玻璃花莲病院，也传出院内感染。花莲县府伫咧14日得到教育部的同意，111年全中军延期举办，等疫情较稳定，再个另外选时间比赛。严格省会团队一个已经进行的轻艇、跆拳道、滚轮溜冰、网球。亚当加射箭是继续进行到结束，真侪选手已经自全台湾各地到花莲准备比赛，当大门夜市的业者已经传好啊，怎么比赛延期，因真无奈。感受应该是不好吧？为什么？就没有人了啊，没有游客，没有选手，没有家长，多少对摊商都会影响啦。可是如果说来比赛的选手带着确诊回去的话，对我们花莲。也是一个重创啊！业者讲已经传好了，那未空的，只好请出来人先到家，或者是分好厝边头尾到家。因那选手教练大部分，官府已经甲饭店、旅馆、民宿有共识，替订房拢未另外收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个东半部雨水会较高，天气卖较凉凉。咱来看温度，今仔水气增加，吃方面东半部个桃园以北落雨的几率是真高，尤其是基隆北海岸个大台北山区雨会落较粗，规天哦拢是乌阴天。新竹以南的天气是真稳定，日时的温度大约是16到20度，也唔过拜六明仔载透早有可能会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哦。今仔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台南以北外岛会透强阵风，沿海地区哦都爱特别注意大雨。明仔日时东北风会减弱，水气卖减少，北部也是晴云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会落淡薄雨。礼拜日哦，各地天气是拢袂歹，只有早暗会较凉凉。后礼拜一落水气会个增加，北部东半部会落淡薄雨，中南部拢是有日头，真热的天气。再来看南非东海岸的港口都市德班甲附近地区哦，因为大雨落袂离，唔呐淹水，阁造成水崩山，市区的灾情是真严重。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已经有超过341人死亡，有40000多人受到影响。民众伤心哭袂停，边有人哭甲挡袂了，强要昏倒，赶紧坐伫椅仔休困。南非东港城市德班甲附近地区，在一暗开始落大雨、做大水，桥墩落海，一共超过6000间民宅和拖着流砍掉的，超过300人死伤，几落十个人失踪。The whole fully underneath and shut. I trying to call my neighbors to assist me. After 2 hours, I will survive. But unfortunately, my child. 这是南非60年来上严重的水灾，附近的路的拢是倒起的树啊，甲落木梅，要去海港的路也未通。造成港口暂停营运，即马只无水无电，爱用水车运水来给民众用，民众真不满，烧手机手啊抗议。南非总统拉马佛沙13到灾区视察，看到当地情形，除了动员空军、国家警察部队继续找失踪的人，也讲这是一场浩劫加灾难，同时讲会尽全力来应对灾害。有哈巴鬼子引导，是有目的，有天，有某些个人。如果是吧，如果是那个什么话呢？如果是那个什么话呢？
So ngibonakakhulu ukuthi lesinikele ithuba ukuthi sizozibonela sikwazi ukuhlangana nalo。南非国家气象局讲，伫咧过去48点钟久，降雨量超过450毫米，差不多是德班一年降雨量的一半。总统拉马佛沙也强调，这边的灾害是气候变迁造成的。这么上重要的是，提高政府对气候变迁造成的灾难的应变能力。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刷出观众朋友来看今天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受到俄罗斯亚跟乌克兰小战影响，国际煤啊各方面的价消息一直起，嘛影响到饲料的价消，怎么嘛愈来愈贵。农委会表示讲已经提出三个应用的机制，包括帮助饲料业者增加进口的量，嘛开放仓库的库存哦，嘛要扩大正贩卖的面积，嘛鼓励大家用稻米来取代部分的贩卖个煤啊。再来看联合报，来进步因建树今年按算要加北海地够水产动植物环食保护区，对一级降作二级，嘛引起环保团体甲立委的批评，认为讲政府是为着经济开发的行为来开后门，会严重破坏着环境生态。因呼吁应该继续维持一级保护区，相关的开发嘛应该爱严格来把关。再来看自由时报，国内确诊人数是一直咧增加，防疫险是未甲像强强滚哦。保险公司的网站拢大塞车，也毋过反倒讲疫情会继续扩大，保险业者对拜三开始嘛已经取消保商型的保单咯。再来看咱国内增加874的本土病例，新北市有360例上侪。指挥中心嘛宣布讲，要以病症的轻重来做分流，病院只要收70岁以上、中重症、西药剂，阁有新9个月以上的确诊者哦。另外，莫德纳加辉瑞的囡仔疫苗，目前嘛已经送食药署审查了。即几工专家都会开会来做讨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阁创下历史新高，则是新增加874例本土病例，分布伫全台湾19县市，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360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164例，桃园市87例，基隆市60例，高雄市42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奥密克戎病毒潜伏期较短，未来会用重点式疫苗，希望大家有自主应变能力。鼓励民众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 强化科技疫苗。重点的疫调自主的应变，那大量的大家都能够使用社交距离的 APP， 其实这事情会在一天就完成了。那这样的情况就我们才能够把疫情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另外也新增加一个重症患者，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精神病史，无注过疫苗，已经使用瑞德西韦治疗，病况是稳定，目前国内轻症无症头比率是99.66%。没有 COVID-19 疫苗的接种史，那4月2日阳性确诊，胸部 X 光没有明显的肺炎，那有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本土疫情升温，国内18岁以下累计拢总1604例确诊，儿童病例内底无重症也无死亡。不过医师认为，依照美国儿童感染死亡率来估算，儿童致死率是1/1000，乃至国内累计上万的病例，都可能10个儿童因为安尼死亡。儿童注疫苗是好处较济。现在只有1000多例，所以你表现不出，你就是没有看到致死病例。但是未来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形会出现。陈时中表示，莫德纳加辉瑞儿童疫苗已经上市有数心查中，一定即几天啊，就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即马开始调整确诊患者轻重症分流收治，包括病院跟收治中重症患者、70岁以上高龄者、西药剂也跟有薪36礼拜以上的妇女，加强办疾检所也是防疫旅馆会当收治70岁以下的确诊者，生活会当自理也是有人陪同的照顾者，为了让房间会当有效运用，亲人做伙带来。一旦真侪人做伙住，收治伫个加强版疾检所，也是防疫旅馆。另做所住个县市已经启动居家照护，原来当当处做居家照护。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民众拢想要买快台汽车哦，也毋过药局是拢欠货。现在政府苏贞昌嘛宣布讲要开始来征用快台汽车，目标是1个月4000万份，各军嘛协助厂商来生产。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讲快台汽车数量一定有够，卖有稳定的计数。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快筛试剂吗？不好意思，从昨天就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我伫上班之前去一家药房，想要买新冠肺炎快台汽车，煞买无，因为传出市面上的快台汽车即马大欠货，有钱嘛无得买。因为公司的政策嘛，就是
希望能够要先做快筛，知道那个现在的身体状况。最近本土疫情大爆发，十四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800例，不少民众烦恼会去划着，开始烧钱买快筛试剂。药师公会专联会证实，在双北即马要买快筛试剂是真好买。供应商他现在除了要供给这些零售的业者以外，还要再准备供给政府以提供像快筛国家队以及一些公费的乐区的一个发放的使用，所以的确现在交货上是有点困难的。民众快筛的需求增加，不过快筛试剂一支都要代票30元，比外国卖还佫较贵。行政院长苏贞昌十四主持行政院议会时阵宣布，为即马开始启动征用快筛试剂，加做防疫物资。目标是一个月生产4000万支，各军也会派人协助厂商来生产。在今天启动了征用快筛剂，特别要感谢国军弟兄再一次的投入人力帮忙。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很快的达到每个月生产4000万剂的目标。苏贞昌表示，本土的确诊人数加悬，这是无法度避免。不过政府会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防疫政策，确保疫情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也若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会赶紧启动公费的快筛，而且袂因为征用快筛试剂，落来破坏市场的秩序。嘛强调讲，一定会甲量保护住，计数嘛稳定，让民众安心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2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本土各家境外病例拢总是增加982例，目前是35074例。中国的 WHO 的病例数是显示讲有94万例，日本是超过724万例，韩国嘛超过1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古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200万例哦，印度是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另外，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2700万例啊。再来看辉瑞 BNT 最近有实验的结果是显示说5岁到11岁婴仔注2剂的疫苗，经过半冬，搁再补1剂的加强剂，免疫反应普遍拢有提悬，嘛发现说婴仔抗体是增加36倍，对抗奥密克戎是绝对无问题。虽然这报告都还未公布，也唔过爱算会伫未来这几天就来申请紧急授权咯。辉瑞 BNT 则是讲，伫最近一场小型的试验，对140位已经做过2剂新冠预防下青少年的加强针做研究，发现半年了，搁再做第3针，免疫反应普遍拢有提悬，也发现其中30位健康的5到11岁囡仔，因的抗体增加36倍，有法度对抗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这是辉瑞 BNT 即个冬天奥密克戎疫情爆发的时阵所做的儿童加强针的试验。也不过这些资料也未公布，也也无经过独立专家的审核。虽然美国即马感染人数已经降真多，也不过伫咧最近几礼拜，更加有传染力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已经慢慢取代之前的 BA.1 真侪主流。纽约州13就宣布，全州的范围拢有发现这两种病毒，而且户外这个假期也要到啊，所以希望民众一定保持警觉。辉瑞 BNT 按算这几天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5到11岁健康婴仔的加强针授权，并且把资料分享给欧洲等其他监管机关。辉瑞 BNT 儿童疫苗是目前唯一适用在美国婴仔的疫苗。5到11岁囡仔疫苗的剂量是12岁以上的1/3。美国在去年11月开始予5到11岁囡仔注辉瑞儿童疫苗。到即马只敢那有1/4的囡仔做过2剂，政府即马是也未准5岁以下囡仔做预防针。因那少部分5到11岁免疫系统不全的囡仔，是建议应该做第3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关心俄罗斯到乌克兰的战争，即马传出讲，伫乌海的海区有一只俄罗斯的军舰莫斯科号爆炸。乌克兰是表示讲，这是因发射飞弹去打掉俄罗斯的军舰。也唔过，俄罗斯方面是强调讲，这只军舰唔是受到攻击才导火。
这是一两个月之前莫斯科河在黑海海峡飞弹射击演习的卫兵执行军舰被叫做更型机。第一架更型号在时间六年了后，才在1983年一月成军服役，了后在公元2000年改名作莫斯科号，是前苏联击沉的几架大型水面战舰之一。目前为止已经服役将近40年，算是真久。乌克兰进前表示，为敖德萨地区发射反舰飞弹，打到莫斯科号，让莫斯科号严重受损甚至沉去。同一时间，俄罗斯官方媒体只讲到莫斯科号因为导火舰顶的弹药库爆炸，并无讲到遭受攻击。乌克兰也无针对飞弹打中俄军的军舰提出任何证明。在乌克兰北部的基辅地区，双方针对布查屠杀事件各讲各话，同时。基辅东北边150公里的切尔尼戈夫部分居民为避难处所回去厝，住几十年的公寓和囡仔去读册学校，都是一片绿苍苍，无比炸害的厝也都是各种的残骸。Побачили, як літак прямо над площадкою над цим майданчиком піднявся і відразу прозвучав вибух。基辅另外一边的高库小镇波罗江卡，乌克兰继续用暂缓经商争取国际支持。这摆参访当地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个元首，对了现场看火炮火炸害起的厝，各地的指挥中心报上战争期间的影片，当前这段影片无在其中。这个影片显示，在四月七日俄军撤离基辅的时阵，东北边有倒在后边各受重伤的两名俄军倒在涂骹流血流地，依然遭到卫兵伤，号称像是乌克兰部队军官。在嘻嘻哈哈当中，连开三枪射杀，这个卫兵已经由路透社查证。不过乌克兰官方强调无清楚这个代志，不过会来调查。不过俄罗斯针对国际之间的制裁，总统普京表示会提升国内能源消费，搁设法开拓新的外销管道。公司新闻时间前朋友，法国在四月二十四日举办第二轮的总统大选投票，被变成连任的马克宏和自由派的候选人马林乐鹏，目前两个人的支持度是差不多，选情是真紧张哦。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马克宏的退休制度的改革也已经发落软了。马林乐鹏哦是拍出经济牌，也不过伊的外交政策，亲像哈瓦罗西亚那边，也引起民众的质疑。第三届参选法国总统的极右派候选人马林乐鹏，拜三提出外交政策，强调讲伊若当选，会让法国退出北约的指挥架构，卖甲欧盟保持距离。不过，伊希望推动北约甲俄罗斯会当和解。Dès que la guerre russo-ukrainienne sera achevée et aura été réglée par un traité de paix, je me prononcerai en faveur de la mise en œuvre d'un rapprochement stratégique entre l'OTAN et la Russie。乐鹏强调讲，改善甲俄罗斯的关系。卡袂让俄罗斯甲中国愈行愈歹，符合欧洲甲美国的利益。不过，这话有的人是听了真气差。在场的一个左派人士，也有印乐鹏甲普京的扛棒在抗议，落尾手去慰安人员拖出去外口。On dénonce la complaisance de Marine Le Pen contre Vladimir Poutine, contre la guerre, le fait qu'elle a toujours été son amie. En 2017, elle a dit qu'elle était alignée avec Poutine sur la question de l'Ukraine. Elle a choisi de rejoindre Macron, mais 面对马林乐鹏不利大声势，伊嘛调整伊的策略，按算较慢实行，要引起大规模抗争，改革退休制度的代志，嘛不过坚持要伫二零三零年进前，把退休的年岁从62岁延到65岁，是采取豆豆延后的模式。On doit pouvoir faire les progrès sociaux pour améliorer les retraites. Et donc, ce qui est sûr, c'est que j'ai besoin de décaler de 4 mois par an les années à venir. 另外，马克宏进前去用批评讲，伊太过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拢无咧要伊内政。即马伊当伫拼死来挽回民心。拜二，伊嘛得到前总统萨科齐背书，希望伫大选进前上尾即个时间，全力来拼选战。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俄罗斯甲乌克兰已经战过50日了，阁毋知啥物时阵会结束。美国专家是表示，普京打已经无退路了，战争有可能会拍到伊落台为止。阁来看热带风暴梅子影响菲律宾，引起大水灾甲崩山。官方是表示讲，不幸过往的民众有148人，毛超过100人失踪。再来看日本的真子公主的红色小事规哦，今年2月份登科律师。日本媒体是指出，张放榜的名单哦，嘛是找无小事规的名。
再来看环保署长张祖建以特赛的身份去北流参加咱的海洋大会，将对要安怎来解决海洋的污染哦做演讲。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是以官方的身份受到邀请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前废弃塑料组的社组符合支持环保的健康主题，环保署长张祖建去北流参加 OOC 咱的海洋大会，就是针对解决海洋污染发表专题演讲，讲到台湾回收海洋废弃物，搁利用具体贡献。When the public become aware and participate, things can be accomplished more easily. Taiwan will work with other nations so that.Together, we can make our ocean cleaner.张祖建这摆担任特使出席咱的海洋大会，主办国北流总统惠素琴肯定台湾协助北流举办大会，这是台湾第一摆以官方身份受邀，环保署长更是历年来相关的成绩。只是官方小界张祖建无看到中华民国支持台湾，立委认为这摆中国无参加，那应该清楚使用中华民国。你觉得我们不想吗？你是觉得说我们外交部我们就放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吗？我们也非常尊重外交官的辛苦啊。另外，瑞典代表团访台，就是出席国际记者会指出，这摆就是表达欧洲支持台湾的信号。有协助中国企图，也被问到欧盟如何用具体行动帮助台湾自我防卫。I think that Europe should come together an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enable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make itself ready for a potential aggression. WHA 世界卫生大会国会开始，台湾已经五年无受邀请。外交部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邀请批，不过外交部依然在继续努力当中，无放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教育部第十三公布新的停课标准哦，说好地方政府各家长拢气噗噗，有真侪县市嘛拢表示讲要用旧的标准来处理。咱来看台南的大桥国小，那说是用新的标准，怎对当开学上课？要唔过学校最后是决定讲要用本地的停课标准，所以18才要学生啊登记学校。台中市政府嘛讲哦，国小以下学校要用旧的标准，国中以上才要按照教育部新的标准来停课。十四透早上课时间，大桥国小的外口煞无看到学生仔来上课。台南的大桥国小因为有五个师生确诊，教官本停课政策要为初九停课到十八，不过新的停课标准实施，赶紧甲家长宣布讲提早到十四恢复上课。不过，佫因为外界有疑虑，所以佫改倒转来停课到十八，尤其是有咧上班的家长，实在真袂安尼改来改去。或多或少会困扰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因素在里面啊！如果你觉得无奈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照着政策走。教育部规定停课的标准，高中一以下一个人确诊，迄个班就要停课十天；两个班有人确诊，全学校爱停课十天。新的制度规定，确诊爱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班级，或者是十班以上，才会停课。不过，台中市到十四为止，已经有七间学校因为有确诊者来停课。另外有三间，因为甲学生做伙住的亲人较近，所以采取预防性停课。即马疫情当关卡，市府宣布改用分年会分级停课的标准。国小以下的，我们采取教育部原先旧的一个停课标准。那至于国中跟高中呢，采取教育部新的标准。各管区停课的标准，是拢有个人的考虑。台北市基本上会用新的制度，不过幼儿园变来有人较近，就会规个幼儿园停课。台中南投分林三个县市是以十二岁做界线，幼儿园甲国校啊是采用旧的制度，国中、高中用新的制度。现在新北、彰化甲台东决定用中央宣布的新制度，不过会看疫情的变化随做调整。各地家长反映讲，即马规个乱吵吵实在是杀无葬，更加烦恼那是请朋友照顾家，厝内经济是要安怎才好？天课的标准有几啊种？面对即马要小问题疫情。县市政府会当看情形哪做修正，想要找出会当兼顾无同层面的防疫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国内十二岁以下囡仔拢还未做疫苗，所以予真侪家长是真烦恼。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是呼吁讲，教育部应该爱提供公费的快筛，上无七日就爱帮老师佮学生啊做一届快筛，来确保校园的安全。
对新的停课标准引起无同款的意见，教育部先前这一天接到家长甲各界建议。按过停课标准是指引性质，唔是强制。新的标准唔是放任，是以确诊者做核心，依照活动形状密度决定暂停课程的范围甲恢复时间，也是考虑保障学生的受教权。这不是宽跟松的问题，是我们以确诊者为核心，采用更精准、合宜并符合实务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校园的一个暂停时宜授课的标准的订定。指挥中心表示，停课标准是根据疫情以病毒管束校园阁继续上课为导向。按过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前会，即马就是会以下学生完全无做疫苗，那确诊传播速度恐惊无法度控制，建议十二会以下学生定期快筛。全教三建议快筛费用应该由政府专业补助，教育部伫旧年八一节学生100元有偿来算，拨予学校买食饭的计帮快筛试剂、鼻用嘴暗甲酒精，呼吁教育部应该爱阁特别拨。钱，好无法度做疫苗，就是会以下学生来运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华人增加46人确诊，华人病院门诊急诊拢先暂停了。华人县政府嘛宣布讲，今仔华人县的各中小预防性停课一天。另外，台东增加23例，主要拢是去外县市进乡为着的，其中有一个确诊者是县议员。花莲县的疫情连续几日天十四个增加46例确诊，主要是以部队花莲病院的16例上座。病院表示，因为出现护理之家甲院内员工两条感染链，而且院内为十二到即马总共有35人确诊，已经停止门诊急诊，带去病人暂时无不进无不出进行医疗抗灾。因为院内已经产生感染现象了，理论上就不能再收病人。那为什么不出？就是我们现在要先把一般急性住院病人全部做完 PCR 采检。确诊人数不增，花莲县内防疫旅馆也无够用，县府宣布轻症确诊者用居家照护由社区由师送药。另外，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已经45人确诊，县府宣布15有风险停课一天。县内高中职有7师生确诊，是不是要停课由学校决定，阁向教育部报备，补习班也来宽度停课。那针对补习班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会持续的一个加强稽查，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台东县的情形也开始紧张，一暝之间疫情卫生工程爆发，初次31人的进乡团到基隆甲中埔进乡，等下台东了后，13半名啊陆续传出有人确诊，已经有10人确诊，包含一名关机员，关机会临时会已经暂停开会。昨天跟我们议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的部分呢，现在就我们大概都统一也通知说先做居家隔离的部分。台东县内也有3人确诊，包含绿岛乡1人，目前总共13人确诊，县府已经伫成功店甲关机会在快筛站各采做必要的隔离，目前为止采检拢是阴性，县府表示一切拢在掌控当中，医疗量能充足，按个爱检的管理，停班停课标准拢依照中央规范，目前只有4间各中小学幼儿园停课2天。医院和住宿型的机构禁止探病到4月30号，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毕业旅行。姚庆玲讲，13伊北甲确诊的县议员主持党讨，暗过快筛是阴性，未影响县府工作。呼吁还未做疫苗民众赶紧去做疫苗，县府会提供100元的款来奖励。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年初哦，天气无介稳定，所以南部的西瓜、山药今年的产量是真无理想。农民希望讲政府会当来补助因的损失，伊嘛呼吁地方政府爱帮因争取现金的补助加贷款。明明是蔡秀琪的西瓜田，搬过去西瓜无几粒，台南贵人甲客家受到2-3月交货的影响，上千公顷西瓜田结果都降低。现在已经4月中了，这长一定拢老头去老长去啊！除了落雨，渐渐低温也让西瓜生长变慢。今年产量较无较早的30%，看今已经烂起西瓜，农民要哭无目屎。慢慢种着安尼，今年这西瓜吼，啥数有够歹啦，无20%啦。差不多4月20日正采收期了，现在都延误1个月了啦。
西瓜往年产地价敢若十块，今年提高到一袋斤15-16，暗过产量少，住宅成本搁起，好农民的收入颠倒减少。台南农业局当地陆续回勘确认灾损的状况，暗过受到气候无正常影响，唔那西瓜，也过加严重烧毁起的山野树。下雨造成水分过多，日夜温差呢太多，造成开花不结果，还有一些畸形果呢，也造成农民呢所剩呢不到两成。高雄六股桃园这所在山也欠收，因为是慢发性的灾损，进前会勘无达到灾损标准。地书屏东台南的山也已经确认灾损，高雄煞无。农业局表示，唔那山也玉荷包、莲径，原来有这种慢发性的灾损。山也这两天已经重新会勘，一定十五结果出来，若是达到灾损标准，就依照规定救助。记者综合报道。农民碰时也无用的做事咯，想要卖家己种的农产品咯，也唔过嘛无时间通顾搭。来看台南左顶台20公路往山上的方向，有一台卖旱季的担啊，因着放一个保险箱，予人客家己等钱，卖卖就看人客的良心咯。一包一包的旱季叠好好，就安尼放伫台南左顶台20公路往山上的路边担，无头家的顾搭。边啊，干那藏一卡保险箱，予人家己落钱。原来是农民无用做事，无法度顾大，才想出这步。我为了要工作，我把那个东西放在这边，让客人自动投币。不过头家敢袂烦恼，讲有人唔拿钱做菜头，就甲旱季赶走。他有遇到说没有投币，直接就拿走吗？会啦。啊，就是我觉得说，既然我们敢设保险箱，就是不怕。客人有这种行为啊，就是当作没有就好了。即马这款良心商店愈来愈多，虽然也会拄到无天良的人客，不过这全然就是靠民众的良心和头家对人客的信心，这款机制才会使继续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哦，真侪所在拢爱实名制，有一挂老大人未晓用手机啊，写字签名毛困难。婚姻未了的社区古店，就帮老大人开连写字的课程，教因捌字写字。老大人嘛拢学了，真有兴趣。社区长辈一笔一笔认真在练写字，这是婚姻未了桥头发展协会所成立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除了一般提供食食，今妈妈开课照顾时段。其中一门课就是练写字。我今年77，唔捌行到学校，这个老师教阮教教阮在写字，有了感觉足趣味的。疫情期间各地场所实施签名制，有教学员发现时代较袂晓用手机啊，有诶嘛袂晓写字，即希望透过写字的课程，学长辈动手动头脑，嘛降低失字的风险。有很多当初的教育不是很完善，这样，后来就发觉，老人有兴趣啊，我就很有系统的，慢慢的。让他们课程上课都是由自己签名，他就感觉说很有成就感。因为我们的现在社会嘛，囡仔拢出国，所以哈，因拢会利用这个时间，会早时九点就来社区，然后大家来的时候互相哈关怀，互相问候，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气氛，我感觉真的很好。社区今天即个开练写字的课程，甲时代八字写字，年岁上大的长辈已经91岁，对数字开始学，经过即个课程。学长辈愈练愈有成就感，协会嘛持续开无同的课程，希望学时代保持学习，互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一冬制作将近1000万吨的粪扫，粪到50万吨哦。这些粪安怎循环再利用？一礼拜六暗时7:30，台记台青春咱的网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桃园龙潭有一群少年人，因利用微生物来处理粪，和粪会当阁发挥价值，咱做回来了解。看到这规堆尿尿两个虫，可能不少民众不是感觉着惊，都是强迫明白。不过对技术绿色科技这间新的公司来讲，这些笋虫是因循环经济重要的军队。就在大学的时候啊，有一门叫做文化与环境创意产业，那我在搜寻过程中就发现黑水虻这东西是可以解决台湾现有的厨余问题。笋虫是一种会食软体有机物的虫拖，本身有真强分解有机物的能力。目前外国已经有真侪企业开始在做饲笋虫的计划，但中午嘛伫咧桃园，甲一间无人伫咧用的鸡条做起来，加做伊梦想基地。这种所谓的低碳排放的物件吼，全世界拢是在走这个这一方面，你台湾你袂使置身事外啊。
啊，咱有法度这种本来是爱开钱啊去啊拼单调米行啊，甲做最后的这个利用吼，啊，这个概念是还袂歹。目前台湾饲笋虫大部分是用来处理豆粕甲粪，其实笋虫笋款经济价值唔难安尼尔。我看到污水处理厂处理所产生污泥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所以我想要来试看卖啊。阮甲部分的饲料换做黑水虻，阮的感觉是人有较侪一寡，有较大粒一寡。伫台湾饲笋虫算是刚开始，真侪研究数据还无够完整。伫推广方面，虽然是拄着未少困难，不过面对未来的市场，陈中武用伊家己的经营理论来面对甲解决问题，创造属于因的绿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台湾头一座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产业推广中心，去年在新竹县启用，最近是专工安排部落大海课程，设计真侪多元的课程哦，望讲会当让部落的族人有一个会当长期学习的所在。老师用原住民族母语小解野生食物，出来阁带大家来到山顶曼孙啊。过程全部拢用母语，透过新竹县部落大学向大家推广原住民教育及文化学习。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人去做或去学的话，觉得会慢慢的失传。对，那我觉得身为我们原住民，我觉得有一些责任是需要去学习。在部落已经没有人在说族语了。第一个，我的目的是要让长辈不要习惯讲汉语，因为由他们来带动说族语的这个气氛跟这个传承。随音乐跳舞，部落大学课程除了教语言、各文化艺术、部落产业甲生态环境等等，多元的内容会使选择。两个文化结合下来，它会蹦出不同的火花，所以我们希望学员除了学到舞蹈啊，健康。那最重要的是两个文化能够融合啊，那就是取好的部分互相学习。透过部落大学整合原住民族产业、文化传承以及教育，在课程内底学习专业内容，除了让大家更加明白原住民文化，也原乡乡亲有就业的机会。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这几天，咱国内正是件电子婚，其实电子婚并无合法。昨昏，李焕英有一场公听会，社会各界是有共识，按什么个禁婚的年会提悬到20岁，嘛要扩大禁婚的场所，嘛拍算讲要来严格禁止伫网络卖电子婚，会加强稽查。民间团体替美国16岁少年囡仔食加热熏了后，肺部严重损害，做例指出国际上有真侪资料明确显示，电子熏甲加热熏的成分危害健康。加热烟的毒物含有汞，这是重金属；有甲醛、乙醛、亚硝胺，这是致癌物；有铅，这也是重金属。这些重金属跟致癌物在电子烟里面呢，都找得到。它每几年更换一次。现在 WHO 的网站是93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新型的薰草电子薰甲加热薰，过去因为无法管依据，互袂少家长正烦恼。即马伫咧沿海控制法内底列罪是类薰品。立法院13办修正案的公听会，针对提悬禁薰的年会到20岁，扩大禁薰场所到学校、幼稚园和托婴场所，各管区安怎稽查无经过健康评估。作为薰品收入、销售、广告等等7大重点做讨论。行政院各部会呢也会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包含由经济部来配合禁止这个电子烟的输入，那么财政部呢、台委会、交通部呢则会定期的去查扣电子烟，建立电子烟的这个样态监控。事实上，大家对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高度共识。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就是像可能在新类型烟品的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后续的这个管制跟管理，大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沿海防治法顶届修法是15年前，这个修正案在3月7日已经一读通过。卫福部强调，未来会加强下部会稽查甲宣导，条文内底也严格禁止伫咧网络卖电子烟。所以来就等立法院逐条审查，民间团体希望这会期就会当通过。记者阿敏金、曾海文台北报道。台湾的高山啊，在108年就已经是保育类的动物了。也唔过，动保团体是接到900件检举哦。真侪民众是真唔敢讲，这高山啊，被饲伫笼啊内底，生活环境是真歹。
所以呼吁政府应该要修法禁止饲狗山啊，而且要全面来清查。台湾狗山啊，不是怪在人啊内底，就是放白条的。动物团体近三冬调查，接到150多件的通报，发现真侪狗被人虐待。当天我们去填调的时候，是他人生第一次喝到水，因为饲主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给他喝水。影片记录台湾狗山啊受到不当的对待，动保团体认为，除了甲农委会林务局将因未保育类降至一般野生动物有关，因为现行野保法一般类野生动物的规范，民众免通通报就通自行处理，造成有人撞人棚、捕猎狗山啊饲，甚至去卖。因希望主管机关通明文禁止人工饲灵长类动物。这些人在饲养猕猴的时候都会用一个状况，就是它是农害，我捕捉来的。我们跟地方县政府其实都通报过，但是每次去都是第一个是说没有虐待啊，猕猴没有外伤，它还活着，没有什么作为。刚刚提到的圈养跟家居饲养这些动物们，我们会朝分类管理的一个架构来去做一些配套跟法律的一些处理。农委会特保处表示，未针对高级的物种来修法，不过会对居家用饲的部分做处理。也强调，若有主人违法对待动物，照动保法第25条，会处罚2冬以下有期徒刑，也是罚钱20到200万。记者丁阿文小凯台北报道。再来看，之前有一出卡通《迪亚汽车》是真受到欢迎，嘛，好真侪囡仔拢想要饲这款饲来做宠物。也唔过流行过了，都有真侪鸟鼠啊，红棒杀咯。过来爱饲协会就出面呼吁讲，鸟鼠啊是真好生蛋，短短4个月都有可能会蛋出100只，所以嘛呼吁主管单位应该提出管理的办法。爱饲协会2016年正式立案以来，当年爱救援挖1000只爱充气天雕器，最近因为天雕器红棒杀增加，收容量挖未1000只。协会表示，大部分饲主拢无了解鸟鼠类大量繁殖的特性，尤其是小型的充气。从鼠出生到它性成熟，大概是35到40天，它就有怀孕的能力。那它每21天就可以生一胎，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它的小朋友也都可以开始帮忙一起生产。按照这个速度，一对成器4个月来，就能生出100只。饲主无法度饲，就放杀。目前除了猫仔狗之外，大部分拢无做精品。在大陆粪扫场集运发现的放放杀的成器、天雕器都无法度追踪，因为野外无生存能力，唔是咬死，就是和猫仔狗咬着伤。他来到协会的时候是瘫痪的状态，就是他主要是脊椎这个地方有一个折道。公立收容所以收容猫狗为主，也毋过民间弃养的精神也种类真多，除了鸟鼠之外，狗甲白汤类也真多。农委会特保处伫4月初3成立宠物管理科，动保团体希望除了弃养，繁殖也应该好管理。但是他们从2岁开始就被繁殖户不断的要求用药物的刺激生蛋，那他们要生多久？饲的宠物需要依法登记的只有狗，甲农委会经济野保法特别公告的项目，其他饲的动物啦拢唔免登记，对于繁殖场也无规范。因为物种这么多，也不可能通通管，因为这也要兼顾到我们地方的行政量能，跟所谓的商业的运作的实务。也不过，不管敢有登记，动保法并不启用动保啦，会防出3至15万的罚款。那造成伤亡，罚金更加高，已进行也够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政府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最近伫鼻仔头食物园试种100多丛有蜜的食物哦，嘛望讲会当鼓励校园嘛做伙来种，增加蝴蝶甲蜂的生态环境。囡仔甲林业试验所的老师做伙甲仔仔的花卡拆掉，准备要来种花，希望会当吸引尾叶、残叶，也阁有香，或者个食物园有丰富的生态环境。那这些树种有多种功能，比如说它在景观上面，或是以及这个它也可以提供昆虫的蜜源，比如说吸引一些蝴蝶到我们的这个植物园里面来，那增进这个环境的多样性。1908年设立的鼻仔头食物园，早前是种大和尚的试验苗圃地。即马叫做树仔仔培育场所，家己市政府配合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开始伫遮种一挂有蜜的食物，要来丰富遮的生态。这次的我们种树的目的，也就是跟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生态系、整个生态链来结合，这是我们一个生态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的课程安排其实也有生态，也有树木，所以小朋友可以就近来到这边，其实当作一个校外教学。林业企业所讲，台湾是超食物，会当好买菜米，佮会当正做饲苗糖的食物。希望会当为遮开始，除了丰富恒古糖土的生态，也替市内各中小回顾会当做伙来种的知影。记者林伟婷家己报道。英国政府为了要制裁俄罗斯啊，提悬海产进口的关税，也毋过因为目前油一直起价，渔民出海一抓，成本是真高，真袂好。所以英国上出名的食物，炸鲫鱼排肉、鳕鱼是拢买无。另外，意大利生产的气泡酒，本地主要拢是外销乌克兰、甲俄罗斯啊。最近受到战争的影响，嘛无法度出货，损失是真严重。七片鳕鱼高分钟落去煎，煎甲酥酥酥，都已经夹起来。盘顶悬放薯条甲酱料，英国国菜煎鱼薯条都已经上桌了。I will come down and have fish and chips whenever I can, because it's part of my growing up. It's part of my culture. 这十九世纪的特色小吃，用英国沿海的鳕鱼做材料做的。第二战期间，因为物资欠缺，鳕鱼成做珍贵肉类。这个鸡鸭罗小姐地位也提悬，正做象征英国的美食。啊，不过最近业者开始烦恼，这个国民美食民众未来恐惊吃无。Never looked at any shortage on any products, and then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now. 英国鲫鱼薯条协会预测，全国万外间的店，在未来一年内可能有三分之一会倒去。一大片的葡萄园酒庄就伫内底，这是意大利阿斯蒂气泡酒的产地，为橡木桶提出来，花香、成熟水果的甜味散开，特殊口感受到民众喜爱，也好伊的地位，干咧排伫法国香槟的后边，平均每年有1400万支销去乌克兰、俄罗斯甲白俄罗斯。Pesante, anche perché purtroppo noi lavoravamo con l'Ucraina a discreto fatturato, erano all'incirca sulle 4.000 bottiglie all'anno. Era un mercato che era incominciato nel 2017 e che purtroppo questo qua viene perso completamente. 阿斯蒂气泡酒的价钱不到300欧元，也是用出口到俄罗斯。不过即马业者爱想办法，透过拉脱维亚转运，啊那无这酒过保存期限，全部甲人报销。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看西非国家像个海花，上大的都市阿比桑，才有正珍贵的树拿。为了要保护原始的树拿，袂去受到破坏，当地政府哦规起个去围墙，甲树拿围起来做管制，全长大约有10公里哦，都无要让一般民众凊彩出入咯。工人正伫咧做这道墙，是沿着班科国家公园的墙伫咧起。另外一边就是象牙海岸上大的城市阿比桑。全长差不多10公里，当地人讲这是非洲版的长城。生态学家讲，这座桥真重要，因为伫咧过去50年，象牙海岸有8%的林地已经消失。阿比桑6年来人口增加，向外扩张侵蚀36,000平方公尺的林地，关来落去国家公园真危险。You have the nibbling of boundaries. There is urbanization. New neighborhoods being created that tend to encroach on the park. Hence the idea of erecting sections of fence to protect the land base of the park. 环保团体讲，3400多公顷的邦科国家公园内面有30种濒危植物，伊是阿比桑600万人口的绿蚁，保护这片森林，会当净化空气，会当调节降雨量。提供稳定的饮用水源，严格附近治疗民众偷走邻居搜查、拍打，甚至等分散引起火灾，对公园造成正大危害。当局拍算伫咧这座墙起好了，派机动突击队24点前去保护公园，看是毋是有人走入去。虽然为何这片珍贵的林地要开正侪钱，严格要正侪民众支持。Sans cette forêt là, aujourd'hui Abidjan aurait beaucoup.Without this forest, today we would have many sick people in Abidjan. It captures all the carbon dioxide from factories, cars, car fumes. We must do everything to preserve this forest. 保护林地这座墙会伫咧3个月来起好。当局希望到时会当吸引更加侪人来接受新鲜的空气，或者是使用当地8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促进观光发展。
像阿比上这种亿万保护原始森林的大城市，全世界只有那村两个，另外一个是在巴西里约。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辑。新闻的最后，再来看天气。今仔东北风增强，北部跟东部拢会落淡薄仔雨，温度卖较低。明仔透早气温可能剩无十五度。拜六礼拜水气会减少，北部也是晴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后礼拜一水气会个增加，北部又个会开始变较凉冷，卖落雨。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十九度，上高二十二度。中部地区上低十八度，上高二十八度。南部地区上低二十度，上高三十度。南部地区上低十八度，上高二十八度。外岛地区上低十八度，上高二十五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